好，佳明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了荒原道，很久没有出影片了，说真的，大概有一个星期了，没有错，我的奖杯已经到5500了。我们先继续玩吧。我继续用这个英雄，因为这个英雄可以让我一直升杯，说真的。帅坏事成双，那又怎样呢？等等，这里咋没有后面那两个活动了呢？等等，玩家已下线了吧？没有，荒野烂萌还在。有一个邀请被拒绝，他只回复我一个邀请被拒绝。这个嘞？这个他每次都不接受我邀请的，所以我还邀请他来干嘛嘞？算了，自己玩了。噔噔噔噔，其实我应该用公牛的，不对，我用这个，因为它大，我用这个有，我们两个是一样的，问题就在于，他的命比我的命比还要少1000多，为什么呢？很少遇到这种队友是一样的英雄的几率会很少的。发现不能吃饱晚餐，小心我打。不过如此，队友加油，把他给打死，把他给打败，就这样。队友帮你。哇哈，哦吼耶！我在干嘛呢？快点，只要有人一打我，我就快点用这个来闪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来来来！快点快点！你先拿，我用这个来撞人，用这个来撞人！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给你加命，加命！这个可以一下加100条命，1000条命！解说，我胡乱了，我胡乱了！我先打这个，我先打头阵，哎呀！Nice！现在变成500个了。我的实力才等级6，可惜呢，这个斯麦克，我打你！这血力的攻击真的很少，这攻击力真的很小。你看他，皮特八号，刚才他挂机了，可恶！我的天，他在哪里死？丢！别动！大队友，不要跟他冒险！你至少等到我复活了才去冒险，可不可以？拜托，回去吧，队友。哒哒哒哒哒哒！对，那个皮特八号一直挂机是怎样呢？就是刚才你给我闪开！我一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呢。我一直输，一直，这又这，他有技能，队友3 3 3 3 4 4 4 4 ！Oh my god！ 啊多多多多！我的奖杯减3回到7，不对16，老子数学有点不好。噔噔噔，我看一下下一个奖励是什么。乱斗宝箱没什么卵用。哒啦哆哒啦滴哒啦哒啦哆。拜伦，哇哈！我以为我看错了。我真的是拜伦呢！谢谢队友。然后结果隔壁
只是个射箭手，可是不能太过小看他们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拿到拜仁也挺好的，其实拜仁也挺好的，因为他的那个毒是可以帮队友加命的，然后敌人呢就只会有攻击力。我是中途 ，Oh my god！ 快点闪，快点闪，快点闪！哎呦，哎呦，双连击啊！队友躲起来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躲起来呀，躲起来！是怎样？他中毒啊，他中毒啊！他现在以为他打不过，但是其实好吧，快点闪先啊！队友过来，啊！队友，你干嘛一直拿毒发我？我没有捡命啊！我在打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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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队友发我，队友发我，拜托！我不要他发的时候还给我发，那我要他发的时候还不发，哎呦！所以这代表着什么？哇哈！我们遇到的可是强超强对手，佩佩，我要打赢佩佩，我要打赢佩佩都打不了，我遇上同样对手拜伦，但到底是回音啊？他中了他的毒，早说嘛，巧啊！小说我还听过，角说我们的角的说，角说什么？角会讲话，他叫什么？那个读我不会，那个字我不会读。我 ，Oh my god！ 我最近啊不，不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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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那么切。是我闪了，队友过来啦！什么燃回手我不懂。加下面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要向荒原都消灭你。哦 ，ouch！ 他发现我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！快点撞过去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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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，为什么我没有子弹？为什么我没有子弹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了，又是我又遇到了，又失败了，太酷了。其实现在拜仁很多人拿到，可只有我没有拿到。我努力了。好，加密。在这里绕圈圈。你先来先。继续。刚才我按开 hotspot。咚咚啊！我会输，我感觉会输。我他妈小队友！完成度特别深，我一个人一万。我是不常玩星光女帅，还有个白羊座的男孩。难道这个玩家是白羊座啊？我转过去，我反弹回来了。队友打死，队友打他，对了，这个。那个我不懂什么字来的，哇吼哇吼，白羊座的男孩，
对，没命，会死。这个模式可是打输了，可是复活不到，我要先加命啊！拜拜了您嘞，快点掉，对啦。野营的五场对决都做完了，所以我应该会拿到什么？我都不知道，应该没东西吧？还是我要存住呢？如果我拿到新宝箱这个23级，如果你们要我存住的话，你们可以说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，为什么这个噔噔噔噔噔噔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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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哼，你说什么呀？滴答，滴答是最烦的一个了。哎呦呦！哎，我刚才想着，既然我们遇到公主，但是这个公主会不会很弱？但是会觉得阿玛格西，阿玛达达，哇呀！先，队友你怎么敢这么个子？弄你们！连这怎么知道？不！我赢他过来，过来，有点卡，我闯过去，哒 ，nice。真是，爱德加住在我面前，我不会 ，nice， 队友加油！不吧，不会吧？他这陷阱高能超高，高！我在说什么呢？我是哎，他不给我加命，完蛋！他给我加命，哎，我自己在加命我都不知道哎。但是他也给我打他的机会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？搞错了，出来！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啊？在这里面吗？为什么两场都输？诶，这有什么原理 ？Tell me， 请你告诉我，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。无法跟他活动，我们需要处理，拜托。等等，诶，啊？哦，不是，诶，我刚才有换成那个的吗？是不是？你们讲是不是？再打多一次！哦哟，给我救命！给我，拜拜了！我在这里打他，转一圈！啊，队友给力呀、啊！然后结果这场输掉。哇，他留大绝啊！拜拜！哎，没有，不要秒的啊！他没有。哎，快点，我放在哎，我一直踩在那个毒里啦！原来我一直踩在毒里。为什么这刚才上我都讲了？为什么我刚才要那样说嘞？弄到来过来，哎呦，哎，我没有被打到，我才知道 ，nice 不 nice。快点扔下他！我不要躲在肚里啊！这次我得打一次。啊！你们太搞笑了！啊！也不来点厉害的！哎，走！他还不接受。等。等，哎，我又忘记，哎，出问题了吧？我没有换模式哦。我刚才讲，我忘记换模式。
然后结果怎没有换，结果有换呢、啊？这是怎样？我刚才选了这个模式，我是乱斗淘汰赛，那我现在要玩乱斗淘汰赛，他就给我这个，这什么情况？过来呀、啊，过来呀、啊！哦呦呦！我忘记我是金簪，来呀、啊！我队友都要复活了，你还能做出什么样的挣扎呢？我要走，队友真棒。哎，不是我解决他，队友加油！我再给你一圈，不行。另外一个比比洞，另外一个比比呀，比比洞。队友过来了，我不理你了，拜拜。我不理你了，我要单独走，拜拜队友。我要四分啊！快闪啊！抵达在那个很烦的抵达，我都知道。他跟他们打干嘛啊？咦，卡 bug 了，我就知道。啊！不要！我打干嘛去？干嘛都打？好，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记得点赞、订阅下一个视频，就拜拜。